我这辈子最最痛恨的就是斧头帮砍对面菜刀队啊。算了不改了。这些叶灿的老婆送的五张办卡，你送办卡为什么不限？为什么只限女粉？你以为她是女的吗？啊，你们该不会真以为这个直播间有女的吧？再送一下，再送一下，没看到五杀摇滚。哎呀，好烦呀！完了，开始有点负能量，打完这把给感觉得溜了。掠夺吧，不带护符，蓝开就好了，刀刷的快。谢谢萃取打野刀的办卡。时间与我为敌，我超喜欢你。这瞎子他拜拜了，看我就这么点血，我们这个血不能回满，回满了他不会跟我打。我们学医，我们故意不磕药，打起来再磕。Q 左边，对，走。小咬这时候再磕，知道吧？开 W 的话，惩戒还有额外加血的。如果我满血，他这波要跑的。你让瞎子半血，他也打不过你。你看我 W 都没开，我等他踢我的时候我再开，然后再一口惩戒吸起来。这招呼开 W 的话的时候有生命偷取，并且你血量越低，还有获得额外的这个治疗效果加成的啊。也就是说我惩戒回的要比他的要回的多啊。惩戒到一波四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波没办法，这诺手操作还可以啊。这波已经很细节了，你杀他。没 Q。哎呀，我看弹幕去了，这狗东西，来一把蓝刀。这个瞎子有点记仇的，不过没有用啊，他这样，他才两级，我四级半了，玩个锤子。他这样的为了杀我，节奏又断了两分钟，都没刷过野，他这样的很难搞的。这个瞎子的话太赌了，这样反红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了。他是一个红色性格的打野，脾气有点暴躁。马上到六了，标题没改吗？不用改了，这个点都老油条了。来背他，背他，我来了，迎接风暴吧。砍死他！看来还是我的斧头猛一点啊！你的斧头不太行，他这波烂掉了，感觉下次在偷我的一样。他在偷龙，好吧，都没了就没了，没关系。待会控先锋去。哇，他这个一敲一下，好有爆发感啊！这个声音啊，稀碎。撸撸撸撸。什么叫猛男？弹幕猛子走一波。阿拉夫为什么现在这么强 T1 的打野呢？就是因为他经常可以有这种操作，一个打两个，只要你的操作没有失误，一打二不在话下，直接开 W， 血量低就不用动了，动的话 A 的反而还慢，攻速快的时候就没必要走位了，也不需要交技能。把先锋掐掉，我要杀这个落手。呵呵，摇人先把退路给你分掉啊，掐我一斧，你减速我加速，再来一斧，飞回来，你好咬，砍，砍，哦fuck you， 你要蓝吗？可以给你 A 出来他就死了。兄弟，我们一起吃塔皮，我召唤先锋了啊，我们一起吃皮。
他好像不给我吃怎么办？完了，我们都没吃到。哎呦，这波好伤，好亏，好亏。没事，这个狗头虽然有点小问题，没关系，它听话就行了。看一下它说了什么，我猛吗？采访一下。哎呦，我透了，把我红偷掉了。它为什么不回我？有点尴尬的。我一般不跟人家打招呼的，作为一个高冷的人，高冷的打野啊。过来，给我加速。他 W 对我没用的，减速，我加速。下次过来接他，接不接？哇，这不硬砍，吃一斧头，再见，啥？你卖你队友，卖他！我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，哇！这防御塔攻速太慢了，建议加强一下。他刚好在我大刀这个时光给我的大结束的一瞬间，他 AA 到我了。我觉得这个版本防御塔太弱了，才 0.83， 建议加到1.2， 好吧。再来抓一波。
吧，赶紧推了吧，有点搞不动了，这会儿人有点低迷了。今天五点钟就开了，播到现在播多久了？差不多八个小时了。就打他。